大家早晨，嚟啦！今日咧，我哋嚟到咧位于西半山宝山道嘅一个叫做 Hidden Place 杏桐苑嘅一个三房单位嚟嘅。咁呢个单位咧，1177尺，有露台啦，三间房啦，仲有一啲嘅光猛嘅厨房添。咁我哋而家去睇睇呢个单位。身處咧就係一個咧長方形嘅一個嘅客廳單位啦，咁啊非常之市井寬落啦。咁前面咧就係個露台嘅。咁露台方面咧，我哋咧就面向呢個寶山道，咁呢度就係個大廈嘅入口啦。下邊咧有一個公眾嘅平台，咁都頗為幽靜嘅。再嚟啦，我哋望望咧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咧就包括一個土池，咁啊一個非常之大嘅空間。亦都有一個好大嘅窗啦，同埋一個浴室。浴室方面咧，採呢個企缸淋浴咁樣樣嘅，係啦。咁我哋望望第二間房，第二間房咧都非常之富羅光猛嘅，係啦。面向咧隔離嘅衛院啊，咁啊就呢、這個面對呢個嘅網球場，一個網球場嘅景觀，兩邊通風，兩邊有窗嘅。咁我再嚟望望第三間房啊！第三間房方面咧，就係呢個面向呢個寶山道，咁亦都係有一個嘅窗户喺度嘅，同第一間嘅景觀差唔多，都有一個嘅客廁啦，都係一個奇嘅淋浴嘅方式。廚房方面有個咧係 see through 嘅 design， 一個可以望到出面大廳嘅設計啦。咁亦都有啲氣體嘅煮食爐啦、窗户啦，咁同埋一個嘅儲物室或者係工人間咁樣嘅，亦都有一個冷氣機。咁個方面入邊咧都可以做一個嘅簡單嘅個嘅休息啦，同埋一個嘅浴室嘅設備嘅，係啦，都非常之好好。使用的一個的台面啦，係啦，咁而家個單位咧就放租嘅，咁歡迎咧有興趣的朋友咧可以嚟參觀一下嘅。